啊，649分之内。这说实话真的非常满意，我也非常高兴，通过了多少年的努力，确实也不容易。那么多年下来我们也没有陪着他呀，不管是读高中还是初中，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外面。星期六星期天在家的时候，正常晚上回去学到一两点了。我心里其实很平静，是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吃了很多。每天晚上我可以在宿舍里借着厕所的灯光学到12点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还可以定个5点半的闹钟起来。我觉得我的努力值得。最大的感受就是，等自己有能力的自然就会得到。就想到更大的地方去看一看。